戏剧了，而且如果走廊上或教室里有垃圾的时候，我都会跑过去捡，拿进教室的垃圾桶丢。我觉得加上篮球架以后，垃圾桶附近变得很干净。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垃圾，但是同学都会主动帮忙清理。我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帮，拿着扫帚笨斗去帮忙扫。我觉得很棒，我希望大家维持这个干净的好状态。